后尾糖厂是咱台湾还佫伫咧最长的所在，所以五分啊车嘛佫伫咧运转。后尾糖厂毛伫咧苹果要将这重要的文化产业保存做观光工厂。未来地分会努力来促成利用台糖的侧线铁道，对虎尾驿到北溪厝3.5公里的观光五分啊火车，进一步来建立一个高铁、糖铁、铁马三铁共构的观光廊道，让糖都的人文地景真正亮起来。